是吧？你干嘛呀？看我给你捅了是吧？我这害怕你眼睛一会儿是一迷糊，麻烦了。不是眼睛累，不是你理解的那种会迷糊，是。你眼睛老在灯光下看一个东西，眼睛干，知道吧？眼睛干，眼睛干涩，然后视力不是特别舒服的那种感觉，倒不是说会看不见，那不至于，那不得瞎了。这个行吗？就这样录吧，不想录，你看一下他这个。这个比他好一点。好啥呀？你刚才没看吗？比这个要好一点。但是哎，对了，你这个是干的，刚刚那是湿的。对。刚才看了一下，真菌感染。不知道哪里掏的。看不见吧？让我看。你下了啥？摄像头吗？看，这个比那好一点吧，是吧？嗯。哎呀，这个最尊的好像是吧？都不知道那一坨是硬的还是什么。看没有？那是一大块，里边的还发霉了，里边。下雪了。不知道你发霉，然后就有一大坨。你大坨。没事，我再买一个那个手，那个叫什么什么机，想买一个。没用，你买它干嘛呀？买个玩呗。那也买就买一个。叫啥？京东上能买吗？有，网上都有。那个叫啥东西？这个东西多少钱吗？是200块钱吗？你搜一下。叫啥？可视键。可视键。啊，可是采耳是吧？嗯，你搜一下它多少钱？哦，可是这，可是采耳，可是采耳仪器。它有那种粘在手机上的，但那不好用。粘在手机上的便宜点。我们这种是专门的，就一体的，不需要粘在手机上。给你取个大的啊，疼跟我讲。嗯。你觉得你这两个耳朵哪个堵得厉害？我感觉是吧？嗯。差，我感觉我左边厉害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因为它是湿的。说这个。对。400块。对，差不多。现在便宜了，以前贵。嗯。买了，嗯，没必要，我跟你说，浪费10多块钱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我需要的就到你这儿来是吧？不是，它是免费的，因为你看它，你自己也掏不了，而且你先弄干净的啊，你平时我都脏不脏？你感兴趣你可以看一下，嗯、而且这个东西它是半年整换，啊、哦，半年换一次，对，因为它不坏，你怎么买新的？它不会让你用很长时间的，所以没有意义嘛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？半年必坏。他商家故意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整了，让你半年你就得买新的。他怎么可能让你买一个用很久？那他去哪挣钱啊？他是不是控制了呢？对，他就是里面某个东西，我你知道吧？就只能有这么长的寿命。挺黑的，我觉得是吧？对。嗯，你说你花他买了，你还不天天找？我们是工作也不就是。对。呀，没办法买一个这。坐不住了。你不用担心我，不是我肯定担心你啊！你掏的我耳朵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有啥闪失了，不是我一会儿把我耳朵搞坏了？没安全感。啊，放心啊，我是专业的。我得先给你照顾好以后，才能照顾到我的耳朵，知道吗？不是那个，
这是不是该上了？呀，就是发霉了，你看是不是就跟那个菜放在那里？嗯，你看是不是跟那菜放了半个？现在放里边儿开始恶心了吧？放里边儿开始可恶心了。是不是就跟那菜放了半个月没管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还有啊，这只是边上一角，我跟你说。这才是其中一块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，里面全发霉了，我跟你说啊，给你看一眼吧。嗯、刚才这不是挡了吗？对吧？嗯。长福了，哎，刚好我也歇一下吧。别歇了，我都饿了，现在。不是，我让你看一下，我眼睛歇一下。早都饿了，跟你说，刚才拿你东西吃吧，不好意思，也就是。刚才我拍照片了，离我近点。那你就擦脸，擦脸。你这个都很严重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很久。意思这个耳朵比那耳朵还严重啊？不是，你两个耳朵都算这种情况算是很严重的了，两个耳朵都挺严重。那把我搞聋不？搞聋我。如果不管了的话，他会不会把它搞聋啊？聋倒不会一时半会聋，但是它会越长越多，你就听不见了呀。它堵了你就听不见了，你倒不是聋了，知道不？嗯，看听不见了。对。听不见不听了。装哑巴，对不对？目前稍微一点点疼，没有大疼。嗯，我争取一块大的给弄出来，弄断了就不好弄。我把一段先撂了吧，就再加了是吧？七大脚死了？你现在才知道。现在这两天挺好干的，是应该是真的。先把那块干出来啊！啥？你不是弄上一大块吗？先把那一大块弄出来了。还指望我？还指挥我？你会吗，大哥？我不会，但是我要为我耳朵考虑着。你为你耳朵考虑，你搞成这样，你有啥资格是考虑啊？太对不起他了，是吧？就是，因为你才这样。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操作，还给我们瞎指挥。哎呀，大快万斯了。就是见他这样。你看手机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可以看见的？我录像了。还录像了呢？没录你啊，就主要录我，录我的手艺，没录你。你也长得又不帅，录你干嘛？哦，我以为你还录我了，做啥证据呢？你平时看那个啥吗？啥？那个，哔哩哔哩吗？B 站，不错。那上面我发了好多菜的视频，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。你的？对，都是我干活的拍的。啊，那等一下我来看看。你上去搜菜鸟的故事，然后回头你能看到你自己。叫啥？但是看不到你脸，别人不知道那是你啊，你看到你自己能知道。你说搜哪里搜啊？百度。你下载一个 B 站。B 站。它也是一个像头条啊这样子的软件。B 是哪个 B 啊？哪个 B 啊？哔哩哔哩，你就说 B 站，它就出来了。A B C D 的 B。
啊，那个鳖，大闪鳖啊。对，然后站是车站的站，你搜一下应该能出来。那不知道。哔哩哔哩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哔哩哔哩，吓人，他就跟上面有很多视频，它也就是个短视频的那个。这个跟抖音差不多嘛，基本上一样的嘛，是吧？抖音是短视频，它是长视频都可以，中的长视频。你在上面发半个小时的视频，一个小时都可以发。抖音不是只能发，大部分都是几十秒，一两分钟嘛。对。嗯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。嗯。我们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看这个。哔哩哔哩我还没看过。喂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我在手术台做手术呢啊！我做手术呢，等一下我给你回电话。做个小手术，你等一下啊。啊。啊。是不是又撕掉一块？别动，真的是。你不是说做手术吗？我一下打电话都我都说做手术了。你录个视频直接的发上去了是吧？嗯。登录就行，然后微信登录就行。微信登录，我还没下载，下载微信登录，我说安装中啊。每次看到给我点赞、转发、关注啊。就先看看，啥东西我还没看呢，你就先给我谈条件。是不是还没看呢，谈条件？我告诉你嘛，就这个吗？对，你先微信，你不用登录也行，你搜“采耳的故事”。采耳的故事。嗯，看能不能搜到我名字就叫采耳的故事。嗯，没有吗？是这个吗？采耳的故事就是。这是你的？点开。这啊？对。然后，这都我的，看这我，然后这都我发的视频，你点先点关注，然后再点开我这个啊、哦，点关注就是、啊。本机一键登录就行。啥意思？这个答题了、嗯。不用退出。放弃。这是啥？这是不是就是你在弄的？不是，你不用管了，那你就先，哦，你要关注别人，你就点一下，这都我发的。嗯。啊，你的这像是我，这个这不是，这头发都不是我。你还没发呢，正在录了，录完了等你弄完了，我晚上有空的时候我再发。各种耳朵掏的各种啊，哎，这女士们还有，现在女士们，哎，那不还有一个人吗？两个人。你还有一个人呢？那在别的点忙的时候，有时调个人过来，这边大部分就我自己在这边。啊，你说这估计也是你家可能，你就在这住着吧。没有，就在别的店上班。我就在这边。这就是你家吗？是吧？对，就我家，然后也算工作室吧。嗯。这样挺方便的，有空就干点活儿。疼吗？我家没干啥，我过来看你那个视频了，被疼忘了。挺好，分散一下注意力吧，这还有块大的。嗯跳动，我给撕出来了。你看，这有人跟你耳朵一模一样，这不像你往下翻，有人跟你耳朵一样这种情况。哪一个吗？看。
看我打的文字有假，看你是不是，你是不是给我打的也可能是可能的可能，等一下打字打的是不是？就真菌感染，没有什么打，一般都看。这不是我，啊？我看，这是我吗？是，这不是你吗？我给你看一下哪个，这个不是我，这不是。这有的不是我，他给推荐的，这不是你的朋友圈里吗？不是，你点开再点开进去看。这个是吗？这不是。这个不是你他的，这个不是。你是再动一次，再进一次。他这有我的跟别人推荐的，你应该没进我那主页，你进我那主页应该就清楚。咋是进主页了？给你的关注啊，关注不要我。疼吗？嗯。我的观众不就这一个人吗？就观众就一个人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个往下翻，应该就全是我的。你说哪一个是？这是啥？真菌感染？嗯。这个玩意儿。嗯。疼了。我操！哎，这个是不是和戴耳机有关系啊？对，你戴耳机吗？疼了。我不戴耳机，但是我用那个啥，我用这个蓝牙耳机接电话，那应该不影响啊。我就接一下都拿掉了吧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你一会儿，你家有酒精吗？没有，我在外边拿了酒精，我现在住宾馆了，还有酒精了呢。那我一会儿给你拿个小罐子装点酒精，你那个耳机需要消毒啊。就在这跟前，你给我消呗呢。我可以给你消，但消这一次不管用啊！你要每天都要消吧。你的意思这是耳机的事儿造成的？不是，你现在有真菌感染，你那个耳机上就有细菌了。啊！如果你不消毒的话，我给你弄好了，你还带它存在再次被感染的风险啊！哦，那你给我消了，等一下我回去再消吧。嗯，你这几天勤消的多点多吧。一天消几次？两三次吧。在工地上没人还带酒精消了，我给你弄一点，拿着你就喷就行了。你那多拿点就完了吗？对啊，我给你拿个小小东西给你装。炕上一大瓶吗？我给你。看，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没了，撕完了。大致已经弄得差不多了，看到没有？里边还有发白的啊、哦。臂上还有发白的，看是吧？那个一会洗啊，那个已经很少了，再弄你就疼了嘛，不是？嗯、看到没有，一点点干皮啊，这里还有。别动，我得留文件。这有啥好留的呀？下次要不然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谁弄的，对不对？记不住谁弄的，啥意思？谁给我撕出来的？最起码现在是不是说话声音都大了？嗯，通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还没有左边这个零了，你可能洗一下我就差不多了。你现在这个耳膜上还有，嗯，有点白的，你知道吗？估计你等一下洗一下，可能好多了呢。洗吧，这里也有湿的，一层湿湿的，跟鼻涕一样，粘在耳膜上。洗吧啊，洗完应该好一点。行了行了，哎。
这边卖烤鸭的没？嗯，这边有卖烤鸭的没？海鳗炸也。北京烤鸭不是好吃吗？吃过吗？吃肯定吃过吗？到北京不得吃个正宗的吗？正宗的你得去饭店买，不过不好吃。你这下边在哪买的好吃的？啥？你没在哪买的吗？我一般不吃。关了，嗯，关了，你闭目养神一下行吗？听得我头痛。闭目养神，我等下又睡着了。那你睡会儿吧。睡一睡睡到半夜走不了了，咋整？要一会儿你还得让我交个房费呢。我不收房费，我又不让你在这里睡，把你直接从窗子上扔出去。对呀、啊，那就不能睡了。别睡，眯一会儿，你闭目养神，没让你睡。我就害怕我躺着一闭目养神睡着了。那我弄捅你一下。你看我宾馆几百块钱一个房间呢，是不是划不来了啊？你晚上还有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水上好油、啊！你晚上还有工作？啊？晚上你还有工作呀、啊？我晚上还要去工地一趟。你看，看见没有？看工地还在加班，看见没有？天天加班吧，还是？24小时不停的干。我说好，我说我在路上，我现在在掏耳朵，在路上。他们也不管我，我去看一下，回来睡觉，转一圈。你主要负责啥？嗯。你主要负责啥？负责给工人发工资。就老板呗。发工资呗。就老板嘛，老板发工资。他他妈完了，赶快过来！操！没你再不行呀、啊，吃饭了是不想吃？大天忙完了，赶快过来！操！没你再不行呀、啊，吃饭了是不想吃？这就是你们老家的吗？嗯。这是我媳妇。你媳妇？嗯。啊，你发给她你耳朵、啊？嗯，我媳妇说，咋跟你整了下？你媳妇有没觉得很诧异？这耳朵变成这样，没有。有没有觉得很吓人？小五哥，奴才在呀。见怪不怪。哦。估计我明天下午就返回太原。从这儿到太原也近。你都坐飞机。500多公里吧。那还行，我们湖南。离这还2000多公里。你老家，你回你老家坐飞机了，你又不开车。嗯，然后你们都开车。是不是？嗯。从北京这儿是直接飞机到长沙吗？从长沙。从长沙转高铁衡阳吗？对吧？现在衡阳就有飞机，直接从大兴机场。直达衡阳。对。直接到衡山机场，多方便。看你回家还方便。你回家，我估计最多3小时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交通方便。里边还有水呢，感觉。那肯定，我还没给你擦了，还有，还得再洗洗，就那个一层湿湿的那种小白皮啊，就粘在那个耳朵。嗯。就洗的这个水啊，哎呀！你知道这个水，我给你形容一下。这个水就像那个，是不是黄黄的、灰灰的那种？它上面漂浮着一层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漂浮着一层油加那个皮，那个跟那啥似的。意思是我吃肉太多了，含油量过高？其实你是吃的太好了，导致那么多油。
是不是含油量过高啊？你看我都饿了，咕噜咕噜的。好像干净。哦，饿了，咕咕噜噜的。9:30了。是啊。中午没吃。你中午没吃啊？我吃的，我晚饭都吃了。怨不得你不饿，你这不晚饭都吃了，我连晚饭也没吃呢。我是一直在忙，忙的没吃中午饭。哦，就中午饭晚呗，吃的是吧？对，一起吃的。5点多吃的，那会儿都已经饿得不行了。5点多吃完，然后一口气忙到现在。哎呦，主要就是屁股疼了。早知道我来早一点了，蹭个晚饭了。我在外面吃的。看一眼啊，看你干净大吉。妈的，我车又坏了。唉，我跟你说吧，用半年必坏。他现在就已经，你看又坏又坏的，这破玩意就骗钱了。坏了？不会。坏被你弄得差不多了，我就说。就告诉你嘛，你看我这大个机子坏了，你看没有？今天下午就坏了。反正他就用半年，他就得坏。你看我这大个机器都坏了。比起刚才强的不是一点点，刚才皮肤受伤，这还有那种小白皮、啊嗯，特别红，看没有？来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特红啊，这个我都。就是发炎发，哎，里边倒是干净了，看着啊。那肯定啊，就还有点小白皮哦，一会儿再把这小白皮给清一下。对，倒是特别感觉炎症特别厉害。现在还有水啊，我还没给你擦呢。感觉炎症特别厉害啊。你这个皮肤是受伤的，看没有？要养它，让它变成这个。哎，正常的耳朵这有多深啊？这里边。就差不多吧，你这耳朵算深的了。深的算多深呢？是几公分？没量过。大概呢。有3公分没有？这样咦，那有那么深？没有那么深吧？差不多吧。哎，弄一下那个小白皮。嗯，我给他取晕了。晕了，现在看着好了。多久了？28分钟了。啊？没有看，给你弄了多久？不要疼了，你给他疼了，疼了，哇，弄疼了啊！就这一疼的话，就要请我吃半个烤鸭。别笑，你就那么想吃烤鸭，我请你吃，别动啊，这也快薄皮，我已经弄下来了，你知道吧？但因为它是湿的，它要粘到那边皮肤上去的。弄吧，反正烤鸭逃不掉了、啊。别动，再一会儿能脱掉我负责。这一块是，哎呀，那哪个工具呢？你觉得？感觉他，我问问他。
一整片，整个是湿的，就是弄着它跑热，然后弄着它就粘住了。是吧？嗯。多大一片吗？挺大一片的，别动了。嗯。哎呀，疼死了！还是受伤的事儿是吧？不是受伤的，是这个，看没有？嗯，你碰到你的皮肤就疼，因为这个工具是铁的硬的。薄薄的，一整片薄薄的，太烦了，因为是湿的，它就老粘住了。说了啥呢？我现在哪有心情听啊？我就把这弄着呢。应该这样倒倒能倒出来吗？哪倒得出来？它是一块皮，皮它有粘附力的。嗯，出来了。别动。我是说它从柳膜上出来了，刚刚粘在柳膜上，可看着挺头痛的，要是弄不出来，还挺麻烦的。因为上下磨上不舒服嘛。出来了。看，就是这个玩意儿。啊，你没看见？哦，你那个上面那个白的。它现在是变成一坨了，它本身是摊开的。哦，小薄皮是吧？对，它本来就跑里我磨上去了，你看就这个。就是在我膜上会很难受的，知道吧？就还是觉得我都有点堵的感觉，因为它是湿的嘛，它黏糊糊的，你弄这它跑那，哎，你擦干净吧啊，擦干水吧。好了。你不能催我，你看你催我，我一着急就给你弄疼了。我因为我饿呀，哥，大哥，你给我弄的要饿的受不了了，快！要是你给我饿出来病的话，不光是耳朵出问题了，超时我都没收你费了，你还饿饿你就忍忍吧啊！坏了，你让我等一个多小时，你没说你饿了就吃东西啊，我还不敢吃，看着东西不敢吃。一会儿你坐那吃了再走。哎，万一给你零食吃完了，弄得你没得吃了。那怕啥呀？没有，我再买呗。
哎，挣点钱不容易。应该说，你不先把钱留下吗？可以了啊，擦干水就好了，别着急，再几分钟就好了。放心，慢慢弄。25快饿过头了，慢慢弄啊。早上让你自己让你点个外卖。哦，对，现在才想起来，晚了。嗯，点个外卖你在里吃，又不浪费时间，一个小时过得多快。主要是你没预约，没办法，人家那预约了。我是直接找这儿的，也不容易，也不容易呀、啊。我这才叫缘分呢，是吧？这个外边下了雨啊，刚才。哪有你手机吧？刚才，你等一下啊，你看，这刚才北京下了雨啊。你看，河南人在北京。他说：“你看刚才嘛。”也可能。就下那个大，刚才那一根。嗯，下挺大的。你们这属于啥高速公路啊？这边。嗯。机场高速公路啊。大兴机场，这边是那个谁，北环线。感觉一下，我都还堵不堵啊？啊，清晰多了。多了是吧？嗯。感觉一下还有没有水？这个感觉干了。这个有点潮，正常。这边啊，就潮潮潮。啊，因为刚洗完嘛。这个、但是这个感觉已经干了。嗯。这个一会儿也干了，要不然2分钟。那我现在得给你上药啊。嗯。挺干净的了啊，没什么问题了啊。嗯，上药。今天晚上你就别洗头了啊。听到没有？啊。今晚上别洗头了。明天早上洗吧。因为你今晚洗头就会进水进耳朵里去。明天早上洗吧。明早上洗你也别进水进耳朵里去啊。这不是我那小管理。那你就明早上也别洗，明晚上再洗。北京大兴机场高速公路。忍一忍，听到没有？嗯。耳朵这两天别进水了，我讲话能不能？那你这意思我洗澡也不能洗喽？别洗头。为了你的耳朵，别洗头，行不行？澡也不洗了。别洗头，你聋的呀！你不洗头也不是也不能洗澡了。你可以洗澡，别洗头。你的意思是，反正脖子以下可以洗，脖子以上不要洗噻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洗头就会进水嘛，你这里都可以洗啊。我把耳朵给包上再洗行吗？你咋包？然后就把它糊住，粘住再胶带。洗完澡再把胶带撕开。那也行，反正你别让它进水就行。然后这两天你别拿东西掏你耳朵啊。他这个药有个两三天他就挥发了，没有了啊。多抹点。今天抹药了呢？对。你这两天觉得耳朵稍微有点痒，它也是正常的神经痒，知道吧？你别去掏它，忍一忍它就过了啊，忍2秒它就过了。嗯。别管它，让它慢慢恢复吧。皮肤都是受伤的。对。抹那边。
一抹线就告一抹油就告一段落了，是吧？我玩意儿就结束了，你还想干啥？那不告一段落吗？嗯。然后你下次来你再过来吧，哦，尤其你一周之后，我，哦，一周之后你肯定不在。怎么叫一周我肯定不在了？不在北京。再肯定说不在了。哈哈你那个耳朵洞是比这耳朵洞大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要是那个耳朵洞要是在耳膜上，你要是这个耳朵洞也在耳膜上，我还给你弄不出来。对啊，就是我根本就看不太清。为啥你知道吧？我平常用那个棉塞掏都不一样，这个耳朵扎不进去，那个耳朵轻松的进去。这耳朵有点拐弯，然后还有点，哦，耳朵洞还有点小。这是咋回事？发育不良啊？小的时候？不算吧，正常现象，两个人耳朵洞大小不一样。你套别人的一样吗？有有。